更新了一位仙女来信的视频，其实我攒了好多礼物啊，一直都没舍得拆，今天来拍一个合集，看看满满的桌子也太幸福了，谢谢大家的宠爱呀。首先是静静的来信，这个安妮亚画的超美丽，谢谢静静小仙女哦。下一箱看看是什么，这箱可是包了一大堆的宝贝啊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迷你小东西，还有自己做的迷你豆豆本，上面还有各种迷你的袖珍袋、卡片，还有孤卡，每个都好可爱呀。下面就专门挑每个仙女做的手账孤卡给大家看看吧。下面一位宝贝做了好多的孤卡片哦，正好可以挂在店里。这里还有一个仙女棒，这位宝贝呢做了好多调调的小卡，每个做的都很好看呀。专门画了一个巧娃子，还有一个自制的手账本，也太用心了吧，肯定做了好久，爱你哦。这一盒是一位安庆的小卡做的，卡片还有手写信，还希望我能去速冲开店哈哈。后面还有和闺蜜一起做的玉手孤卡和豆豆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呀。下面是之前来过几次的贝壳小仙女的礼物，在我的小柜子里藏了很久了。小贝壳做了豆豆本，还安妮书，还自己画了巧娃子的手上胶带，也太有才了吧，希望下次还能见到你呀。这次拆礼物我发现好多宝贝都很心灵手巧啊，不光会做手账，还有孤卡，你看这粘土都捏得这么好，真的是多才多艺。后面还有很多宝贝做的孤卡徽章，大家用心准备的礼物都有收到呀，特别的感动，感谢感谢，爱你们哟。2024年祝愿大家越来越好，都能心想事成呀。